Jolin 蔡依林的爱犬芜湖已经16岁，她在三年前养了另一只社长，私心想为芜湖添个伴，殊不知养了才发现其实老大会吃醋。你要去杀谁？你到底要去杀谁？你告诉我，好不狠的杀手。演艺事业繁忙的 Jolin 饲养的两只爱犬成了天后生活中最大的调剂，而芜湖皮社长的人气同样很高，天后亲自经营的 IG 粉丝团还有逼近60000人次追踪，透露今年很开心买了一台双层的宠物推车，可以推着车就出门兜风，他们不会打扰彼此，好像都蛮开心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被寿星跑走，飞熊生日快乐，不好，吓死他了，吓歪了，尾巴超垂。陶佳妮，陶佳妮哦，哈哈陶佳妮，喂，陶佳妮，陶佳妮，你家妮明显是傻佳妮。